看他玩的如何吧。我怎么感觉？下路狂输猛输，几把了，五把了。有、哎。哇！不痛，我跟他们在中啊。他们要扒嘞。这交通怎么那么屌？他们直接开趴怎么办？直接开到对面大家都死了，就踢过去帮啊！你过来帮他扛的话，会吃不了、欸。他怎么知道没血？炸他小、啊，好。哎，那他们回家了怎么办？换另一个人要回家了。又有大、啊，对不对？哇，法罗斯没大 ，nice， 都上去，都上去了，全都上去，我跟一下，我跟一下，慢点，好，我可以踢，我要踢你那边吗？不用，不用。那要吃八吗？对。感觉我要踢你去帮你，我要破船战斧。OK， 有没有要来吃龙？
气氛正常哎，正常时候我单排队友还这么不想赢，我直接挂网。就是我尽力在赢，然后他们还不想赢，他们就是一直在互点吵架，然后说放推什么的，哇，不打了。其实你们用利用霸王 buff 压中就好，这、啊、个龙给他们就好了。来，我跟你好了，我跟你好了，你去赢开好不好？你去用霸王 buff 带其他，带。OK， 我看一下，拿龙魂了。这龙魂有点难受。我在看。啊，完了。打不过了。我帮你架开人。真的有点硬了。到底是什么游戏啊？那小啊，看，威尔哥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请说。那、人家都在 C 了，你也不好好躺好，你他妈还敢摆烂哦？不是啊，不是，这个塔皮他也不分我吃，他就整场在那边挂着，掩护他一整场了，掩护他一整场了，然后就这样给我看着，然后我自己我玩一个野核，我他妈的都没办法刷野，我，哎，这不是新开吗？我想说，这下路恶心我一整把，我完全没办法去下，没办法去下。我已经掩护，我已经做我该做的事情了。但你做你该做的事情，可是你该做的事情没有摆烂这个选择啊。你又不是说你今天打得很好，你可以，你有资格摆。当然是尽量掩护线上啊，只是挺尴尬的。干你娘，几败就能赢的？我的。好啦，我先吃饭了，加油。